上大白。今日咱播到上大白，就是伫咧真济舞厅哦，夜总会啊，加歌厅拢捌唱过，吼、哦、吼，大家跳舞的一个张蓉蓉，吼、哦，不乖哦，吼、哦，伫咧夜专辑内底吼，好多的歌曲啊，无赶快 tempo 吼、哦，是，譬如讲 tango 啦、恰恰啦、吉鲁巴布鲁斯，即款的啦哈，华尔兹啊哈，拢是真的，咱在时啊看到哦，公园啊。啊，阿公这个聚会的场合啦，哎，这是讲舞厅内底来放上来这歌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哈、哦、也是这个舞界的歌后了哈、哦。来，张蓉蓉的新歌《蛋呀蛋》，听说了嘞，咱来跟张蓉蓉好好来开讲一下。用情爱无情的人，我心烦。日来想思念，来夜夜叹。分开什么原因，拢无解释，无留批信。就许对路往回走，先叫阿。用情爱无情的人，我心烦。日来想思念，来夜夜叹。分开什么原因，拢无解释，无留批信。就许对路往回走，先叫爱。
来了来了来了，这个舞曲女王已经坐到冰果边啊，你一定想说是电音吗？哎呀，拍谁哈？台湾的跳舞哈，我们是跟他去跳是电音的哈，而且呢，我们在想说哈，真侪街舞啊哈，哎呀，伫咧迄个车站啦、啊、哈，还是讲工厂头前咧跳舞诶，那还不是跳咱台湾的这个电音哦哈，还是跳外国的哦，所以今天的这里我们讲舞曲天后呢是所有你懂得的舞曲呢，他都有唱过哈。我们掌声欢迎张蓉蓉。冰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你有看到我来了。对啊，你有听到那个外婆啊，像哦，手快抽筋了。感动。冰哥一向是最支持艺人。真的哦，才这么丢筋啊哈。这次来一个纪录吧哈。对。多情玫瑰，多情玫瑰，哇、哦！妈妈们一定很开心，很开心啊！对啊，只要是恰恰啦，接热巴探国，妈妈就开心了。是啊，早上在那公园了、啊、哈，有没有广场了？啊，对啊，综合运动场、啊、是，大家拢开始在跳哈、嗯。对你如果说经过不小心经过，你自己会不会脸红？说来跳外挂了哈？没有，有时候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听到一些妈妈在那个公园在那边跳，我听出我的声音，哎呦，其实心里是很开心，很温暖。也不错嘞哈，你看到、哦、还有我们。很多台湾的舞厅啊夜总会啦、啊、虽然现在没有那么的蓬勃，但是你要知道很多都是靠你们的歌曲陪伴他们的脚步、哦嗯这也是真的呢。你看我像我在当歌手这么多年了，我在舞厅唱了这么久了，然后我离开舞厅之后，现在还在延续他们，我的声音还存在舞厅的时候，其实那真的很开心。对呀、啊，我有一些舞厅的 DJ 朋友们，他们真的也很捧场。像我发片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然后 CD 来吧，嗯，然后舞厅就会帮我放。他们现在很更厉害的哈，不是把蓉蓉的歌一首哦，他是搭了好几首，然后串在一起。对对，他们自己会去串。而且人家现在说跳舞哈。就是顺着跳那个节奏必须要很顺嘛、嗯、对对对，所以你要唱这个标准舞曲要不要具备什么样的功力哈、啊、张蓉蓉你指的是说我们唱是不是演唱的功力因为你知道啊如果味道唱走掉了、跳也是不顺的哦会 KK 哦、嗯、其实个像舞曲它就是有 tempo 嘛其实那个 tempo 尤其就是大鼓跟 bass 这样蹦蹦那个蹦其实非常重要的你那个重点它是你有唱到那个位置你有跑调、其实大家在跳的时候那脚步它是很稳的、你假使你本身你跟那个大鼓点搭不上的时候、有点滴滴啦啦其实跳舞的人是非常难跳对、他那个脚他那个有一二三四的二二三四他那个拍子踏上去就是会不稳的、所以跟节奏有关系 对不对节奏是非常关键语言反而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对你知道冰果我还曾经我在舞厅、我有一家舞厅唱的车已经五六年了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他们去到舞厅去跳舞嘛、我朋友都高手我说来带我跳很会跳就对带我跳一个吧我就上去跳了一圈而已、我们一些那个大班就过来说蓉蓉有人可以说要点你坐台啦我实在是很好笑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客人问说你是新来的、我在那舞厅舞台上唱了五六年、他们不知道我下去跳一圈而已他们就注意到我了这就是在舞厅里面其实很好感觉会很好笑真的哦对呀、站在那边五六年他不会注意你那表示你跳得很好咯是不是这个意思还好吧其实是我朋友他们会带带真的很重要带其实是非常重要包括其实我平常没有在跳舞但是 我看了这么久你看的也都会有概念了对所以他们会跳的人他sign得好的话你就会让人家以为你很会跳蓉蓉这样讲我稍微来分享一下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在国宾饭店夜总会、那个时候国宾饭还有夜总会亚总会在来的庆武瓜嘛我们常常在上面唱对不对那你知道夜总会一开始舞曲是不是不同的 tempo 就唱个好几首连着来然后再换不同的可能华尔兹唱一唱啦然后要唱唱这个吉鲁巴啦对他们有结束的嘛 对不对好了好玩了、在上面唱歌你就发现说下面的夜总会这个在跳舞了你看着看着你的脚好像会跟着动的感觉会有就学起来了会有真的会所以哈、多看看别人哈、不知不觉啊环境可以改变了哈、那是说唱歌的环境现在也是大环境改变了哈蓉蓉改变非常多、因为我听说像有一些舞厅也都关掉了是很他唱歌的这种场所其实真的越来越少是我们好喜欢唱 Live 的感觉哈、现在是唱 Live 的机会少、那上真的综艺节目呢唱那么一两首搞不好又是唱老歌不一定是唱我们的歌对他们有时候会指定真的还蛮可惜的
的。我感觉沙吉哈，那你不管秀场也好啦、嗯、或者说我们现场有这个舞厅夜总会啊哈，然后还有一些餐厅有没有？嗯，哈，也会希望来对对对来一下现场 live。对，西餐厅。嗯，我们有一阵西餐厅它是非常盛行的。嗯嗯。那时候也有，譬如朱大哥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叫做歌厅秀。对。哦，那段时间那个西餐厅不得了，太什么？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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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阳西餐厅，我忘记了。哦，你说太阳城？啊、太阳城、天王，哇，那、哦、都不得了的，什么王都有。好啦，这个我们在讲早期的日子，当然可以唤起大家很多的回忆啊。可是不要忘记了，张荣在歌坛里面一直都没有忘记。哎呀、啊，有机会就出新专辑哈。对，我每次一发新专辑，第一站就赶快跑到 Bingo 这边来报道一下。当然、啊，哎呦，老朋友不来看一下，哎，对不对哈、哦、？Bingo 最支持我们。谢谢，加油。加油！哎、欸，我们赶快给大家一下哈，这个是什么样的 tempo 啊？啊，吉鲁巴的。吉鲁巴的哈，哎、欸，大家那天哈修叮当子呀，我觉得活络一下筋骨也不错了。没错。哎、欸，来来，继续挂好奏。多情玫瑰。张蓉蓉。你的